差哦。本来也许可以拿那本的，拿5000块钱的礼物的，因为你想给我延迟满足啊，就没有啦。准走，我不让你走，不跟回来。你让花火叫你，甭管我，想和火亮就可以开一个免费的贵宾。那到700，我就给你穿高跟鞋，好不好？那你满足我，我也会满足你啊。你不满足我，我怎么满足你啊？30个我就可以穿你最爱的高跟了。这个吗？
凌晨了，该把火粮给我了，小笨蛋。听到了没有啊，小笨蛋？答应给我的火粮，该给我了。快点嘛。贵
也可以有草莓味的守护满足我，也可以有草莓味的一号吧。如果实在没有的话，草莓味的护粮也可以，但是要每人三个。一个喂不饱我，我的胃口比较大嘛，你家胃口比较大呀，谢谢同事的超服。越多我
环保越开心吗？完了，可喜欢叔叔了。点到八，你把贵宾卡到八百，我就给你穿高跟。好不好？就只差五十个了。就给你穿了，哥，你稳住。我给你穿。会不会免死？
相细语啊。你这个坏男人，谢谢叫我饭店。我会不会念相细语啊？谢谢叫我饭店。
你会不会觉得我吃的太多了？你的守护掉了，你是不想守护你可爱的玩宝吗？你怎么回事呀？最要刷钱的，那你不喜欢这样的玩宝吗？夜上哥哥，你送叔叔了，要记得给花火点个订阅哦。
你不要一直看着我，我会觉得害羞的。叔叔的话，记得订阅一下房管，送守护，送守护，送一号，送叔叔，送枪，送我，送钞票枪都可以。
仔细一点。什么喵呢？喵！去看刷眼皮啦。江江宝贝的天使，我你说这个姿势你腰痛，那个姿势你睡不好，不是你不行吗？我都已经这样迁就你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现在都是我在哄你睡觉，你躺着就行了，怎么要求还这么多？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一个虎狼都不给，我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啊？都这么久了，一个虎粮都没给我，还提这种要求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觉得合适吗？啊！隔壁王大爷都比你给的多，没有。真是没有，看来20岁的小男生也不怎么样了，还没有隔壁80岁的好。
闭嘴。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主动权在我，听到了没有？那你还是喜欢乖乖的丸子是吗？好，让丸抱住乖乖的。头，轻点，轻点嘛，丸抱抱住乖乖的。好，那乖乖的话，有草莓味的叔叔呢？要么今天肚肚还是好饿，想要被喂饱。隔壁你谁被比了？我才不要奖励你，你都还没有奖励我，我才不要给你。我觉得今天的流水我苟得异常困难。我今天衣服怎么了？你可是今天衣服挺好看的呀。今天衣服不好看？不好看，我去换。给你换个更不好看。Thank you.
就不要出去了。